Hola amigos, mucho gusto. Me llamo Crystal. 本来呢，这次想要跟你们分享我在墨西哥城吃到最最最好吃的 vegan taco。可是之前呢，就有朋友跟我说，想要听更多我在旅程上的一些小故事。那这一集我们就一起讨论一下，旅人好骗吗？Cancun 是我在墨西哥的第一站，它是墨西哥东南部的一个城市，位于加勒比海沿岸，是著名的度假胜地，而且靠近美国，可以冲浪、潜水，物价又低廉，所以美国人在当地花钱完全不手软。长期以来啊，当地人就开始觉得，哦，原来价格可以抬高，甚至比当地的行情价高出很多。如果你不想那么容易被骗，行前做功课很重要哦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这个旅人到底有没有被骗。到达坎昆机场后，在取行李的不远处，你会发现很多人向你招手，他们基本上都是租车公司或是计程车公司，准备要坑你钱的。要离开机场基本上就三个方法，租车、计程车或是巴士，而我要去的护生园距离机场大概40公里。我选了一家计程车公司去查价，他们的报价是1390 peso。我说太贵了，准备要走的时候，他们就降价到1280 peso。当我正在考虑的时候，他们就补充到，如果我离开这个闸口的话，就不能再进来了，说是因为政治的原因，而且外面没有其他的车可以离开机场。我觉得他这说法有点太奇怪了，所以决定赌一把。殊不知啊，外面跟里面一模一样，都是租车公司和计程车公司，我们差点就被坑了第一笔钱啊。我就再选了一家计程车公司去查价，这次得到的报价是760 peso， 一门之隔，居然差这么远啊！可是我还是嫌贵，所以这家公司就建议我要不先坐巴士到市中心，再想办法搭计程车到目的地去，或许这样会比较便宜。最后我们就买了巴士票，先去市中心吃个东西，再去护生园。大概30分钟左右呢，我就到了市中心了。那我在市中心去餐馆这段路呢有点远，所以我还是选择先搭个计程车，所以我就问了两个司机去查价。不到4公里的车程，他们的报价是120 peso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旁边又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向我们招手。我这次瞄了一下他的计程车，我发现他有点不太一样，他的车子比较破旧，像他那个窗户都破了，他就夹着一块布挡着，当成是窗户。所以我决定就问问看。我把餐馆的地址给了司机，还没等他报价，我就率先很大声地说 50 peso。没想到这司机马上就答应了。我们都觉得这个司机呢跟刚刚遇到的都不太一样，感觉比较老实，所以我决定把我们护生园的地址给司机看看，他能不能载我到目的地。他的报价是500 peso， 比在机场便宜了一半以上。最后我们以400 peso 成交。我们跟司机就约好午餐后再见。在这里啊，我必须跟你们介绍这家素食店 Vegan Planet， 它是我们在 Cancun 最常光顾的一家店，主打墨西哥和西式料理，还有 Vegan 面包哦。就连我们墨西哥的朋友也不断赞好，而且还说会在自家餐厅加入素食餐呢。自从遇到这司机后，感觉一切都变得非常顺利。我们还把司机的电话号码名称改为 Good Guy。之后在护生园的那段时间呢，只要我们要去市中心，我们都一定找 Good Guy 哦。后来我们遇到一对墨西哥情侣，他们知道我们以400 peso 从坎库市中心坐到那么远的护生园，他们也觉得超级不可思议的。由于墨西哥朋友他常常有一些外国朋友会到坎昆玩，需要一个很老实很好的司机，所以我们就把 Good Guy 介绍给墨西哥朋友，让他可以赚更多。所以说啊，老实人好人还是会有好报哦。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坎昆搭计程车需要注意的地方。第一，上车前要先谈好价钱。第二，再三确定你要付的价钱是墨西哥币还是美金。第三，我建议是以墨西哥币来付钱，因为你付美金的话，司机会找你墨西哥币，而且中间的汇率呢是司机说的算。总结一下，我们最终没有因为外国人的身份被骗哦，反而以当地的行情价坐上了计程车。所以说啊，行前做功课真的非常重要哦。想要听更多我旅程上的小小故事吗？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和订阅哦。我们下回见 ，Hasta luego。